冲过去，看向楼掌柜杀人灭口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跟我走一趟。大人，不是我。大人，主持公道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明察秋毫。大人，真的不是我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停。太感人了，哼，骗子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说。泻药。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押入大牢。好。孟琪。小琴。哎呀，这次干得不错嘛！啊，疼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还受伤了？我不是让你去威胁店小二吗？这不擒贼先擒王吗？我直接把梅朵给弄进去了。那，光荣的勋章。回家做鸡汤给你补补。加。走了，小心点。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韩香楼掌柜吗？怎么这么狼狈啊？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。怎么，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别太得意。什么叫得意啊？敲锣打鼓算吗？那我们是不是得提前回家过个年啊？嗯，来，你快点走，快点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疼。小心点。